真没想到每天都能解锁五花八门的新体验。哇，毕竟在这儿的一切都是新鲜的。我得赶紧加油了，到时候需要多出力。不过去这么近的地方也要带这么多东西，多带点东西啊，准没错。哎，马上出发了啊，咱们赶紧。每周五晚8:10，花儿与少年露营记。